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:37，我们要去吃下午茶。嗨，嗨，听，凯尔今天超可爱，你的怎超。样也可以变可爱的。不一样，我觉得他那个很 Q，你的只是帅，我是只不一样的，不一样，那个开的超 Q，而且他还穿 oversize 的衣服，对，超 Q，整个 Q 到不行。那个我们给他了，哇，你也一只啊，好棒哦，谢那个是送的，对，啊，飞机迷专案送的，哇，很不错哎，我刚刚想说，不过你们房间那么大，然后送的娃娃还比我们大10倍吧，太爽。我们要去吃下午茶，皮德已经吃过了，我们就，很像那个飞机场的贵宾室。哦，就是走那种风格。然后你看出去又是飞机，所以你就完全就是一个机场贵宾室的感觉。啊，真的呀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哇，天哪，跟你房间差不多。哇，很棒哎，超棒！今天忘记带长焦的，这里。哎，很棒哎，哇！你们太应该，如果太冷就不游了。那我们先去游泳。好，我想要去游泳。好，他们去游泳。好，待会见。好，拜拜。啊，等下来找你们。哇，这根本就是很有贵宾室的感觉。然后给各位看，它的 view 很好，非常的好。星宇的3台飞机在这里，他们看到现在来第4台了，只是不晓得停在哪边。哇，这 view 真的太好了吧？看到没有？这样拍超有张力的。哇！哦，真的哦。来，姐姐，你要喝什么？需要帮忙吗？啊，有台飞机起飞了。然后还有茶、咖啡。漂亮。没有动作。那边有自己拿，你要果汁吗？这边真的太棒了吧！天哪。然后有一些坚果跟饼干，我拿一些坚果。你说等一下喝什么？你喝了？你怎么运动？你是要运动吗？不行啊。运动这种事情，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说。喝了游泳吧，喝了就没办法运。你可以喝个两杯再那个啊。对，你要饼干，好。居然好 happy 哦，苏珊是不是要回来？可是他们的是下午茶，我们的是套房，是他们平常可以用这个空间，不晓得，对不对？可以问他。对，可是应该没什么关系。我就对啊，他今天的住客感觉不多。我跟你讲，你去看那边那个登记的名单，只有屋主。对啊，所以他今天住客可能不多。对啊，你要拿一个，阿佑，我帮你拿。他的下午茶很简单啊，老实讲就是应该就是这些东西，简单。我先把它加，再加一个。真的不好夹，这个有点不科学。我把它弄得到处都是。我把它放在旁边一点。好。然后这边有饼干、糖果，这个还有这个咖啡饼。拿一个咖啡饼，然后这边有咖啡，你要看报纸哦。它这有点像贵宾室哎，就是像机场的贵宾室啊。看一下报纸。好。哎，它
他不是只有那些，他还有送一个那个。对，还有下午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很高级啊，你拍照一下。好。哇，很高级耶！阿纪最爱的。你要哪一个？我找。马卡龙。我看看。哇，天哪、啊，这个。这个也有咸的，也有甜的。上面这个感觉这个是鸡肉，然后做的很精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底下有巧克力啊、马卡龙啊什么的，很多。你吃啊，你吃啊，你吃啊。哎，有没有人要不要拍张照？你说你吃啊，你吃啊，我就吃啊。你已经吃掉了。哇，天哪，所以它这样是两人份吧，对不对？有天哪，有。你只不能拉前面一点吗？你可以拉，你自己拉。啊，再推一次。哎，真的又看到飞机鞋，这真的视野太棒了，我天哪。哎，先等我一下，我的手机不能录影。哎，它的那个是温水的对用水。对，温水用水。哇，等一下，我看好，给我15秒就好了。有人在。下午茶。没有。嗨。高级，而且对面可以咖啡机。可以干了吧？啊。我要吃看看他的下午茶。我去洗手。有人去洗手。好，如果第一个我一定是吃这个，这个很像是肉跟小黄瓜。冷的还好，还可以。你就拿，你就拿汤匙啊。嗯。很不错哎，这样子下午茶真的超高级的。你要吃哪一个？你自己夹。我要吃。你自己弄啊。然后他很贴心，很 sweet， 附了两个果酱。果酱应该是要沾面包的吧？吃这个超罪恶的，它这个的概念应该就是一个东西有两个啦，像巧克力有两个，鸡胸有两个，对，然后这个布丁有两个，然后把它平均分配这样，然后下午4点会有 happy hour 可以喝酒，现在时间是3:44，所以在16分钟就有 happy hour， 掉没关系啊，掉了没关系。他又拿了一个巧克力，你可不可以？你吃一口，你不敢吃，再给我吃。可是我，可是我想吃看看嘛。你就这个、啊。嗯。只有假日有开。我们真的就要去一楼吃。哎、欸，运气很好哎、欸，今天假日人又少，啊、然后又有这个。然后他说，就是你住行政楼层，就是这些都就是跟平常一般饭店一样，就整天都可以使用的空间。啊，可是阿彼得就不行，对不对？彼得他订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行政专案。哦，对啊，欸、这样感觉好像订错，我觉得他订过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对。这个东西我们有。哇，有缘啊！超熟。哇。你在哪里看？这个你有没有印象？我们有一次不知道去哪一个饭店吃，这个也有看过，这个也有看过，这个也有看过。那有看过不？这个要约哪里？我想要吃 scone。那是 scone， 吃个 scone 看好不好吃。哎、欸，这个两人份根本就吃不完。它就是一种东西有两个、欸，哎，看起来超高级的。对啊，有趣。对啊。我要沾什么？真的很高级。橘子跟这种蜂蜜。好希望机场赶快跟以前一样哦。现在真的，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可是就是。真的很希望快，你可以喝一小杯就好。等一下去游泳，好久没游泳了，我们可以去游泳，好不好？你要去游泳吗？啊、你不是？我没跟苏珊讲 happy hour。你可以跟他讲啊。我这刚好一整杯，没了。吃饱一点再去运动。对啊，你吃饱一点啊，干脆吃饱一点再运动。嗯，我要吃一个。你巧克力吃掉了、哦？哎呀，巧克力好吃吗？水果。好吃吗？这里面是干杯吗？不是吧？应该不是。
它蛮真的算蛮。应该是马吉之类的吧。马吉。cheese。对。那你应该 OK 啊。恭喜南菜的。这是水煮蛋吧？不晓得这个好特别，我想插一个菜试看看。我把中间的鸡翅吃掉。这个好好，这个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感觉旁边是套 two 哎，中间这个感觉是柚子，还是那个？对啊。外面那个是蛋白吧？哦，蛋白。蛋白。哦，这边还有个。哦，这我吃掉了。柚子他也喜欢，这给他吃啊。好，那个给你。对啊，给我。那给妈咪，不要给姐姐。你花生很掉了。我知道，我们等一下再剪。好啦，就拍到这里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啊。天哪！我有一种觉得，我等一下可能要出国了。你知道？哎，真的真的很棒哎。他准备要起飞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有一种我等下可能真的要飞。我一定要带护照的。带护照你也不能出国。假装嘛。刚确认你的时候，你要假装拿护照。假装拿护照。好了，那就拍到这里了，真的很棒，拜拜。